幕后黑道大哥揭公鹅真面目，真实年龄、团队运作全曝光。直播主连千亿日前和 YouTuber 宫崎米心中的恶简称公鹅爆出 NFT 之战，后因连千亿公开道歉暂时停火，传出剧中调停的幕后关键人物，正是人称北道的65岁黑金城。黑金城三日坦言介入斡旋连千亿和公鹅的纷争，连连称赞公鹅很敢于真实反映社会的状况，更透露公鹅的真实年龄，让他相当惊讶赞赏。黑金城三日在脸书发文，坦言当初接受公鹅的邀请上频道对谈，并表明欣赏公鹅，也曝光公鹅私下的团队运作模式，只有一个小小的后置，其他全都是公鹅自己发想，并爆料公鹅的年纪，这很不容易，他还30不到。又单引号，他也坦言自从上次合作后，双方就先少联络，直到连千亿事件爆发，他才主动打给公鹅聊聊。公鹅坦言最担心的是亲友家人被曝光，他也主动联络一些朋友，让事态不再恶化下去。对于这场风波可以平息，黑金城表示，在这事头上我是有关系没能力的，后来的发展也如我所言，我岂能悦人之美，这完全是双方的渊源情谊所致，而连千亿所表现的尊重更具关键。最后他更强调，和公鹅从来就不是大哥小弟的关系，自己也不是公鹅的金主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